天天市场。我早上常去那边吃蛙桂嘞，那边有一家服饰摊，超厉害的。这个老板娘啊，记忆力超好的，每个客人买过的衣服跟尺寸，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她当然不会忘记。限时抢购开始！来来来，原来就是你抢走我的客人。如果我们大学是同学，甚至同班，我就帮你背一年的书包。我要是到华丽百货上班。杨子浩，你跟他很熟啊？高中的时候隔壁班的，超讨厌。我也没有理由一定要去啊。看起来人蛮好的啊。谁知道啊？你一定要去，因为我需要你。你有念大学吗？